陈瑞谦先生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欢迎你光临新域民众俱乐部，欣赏由新域民众俱乐部执委会所呈现的百花齐放，耀新域元剧万里啦。好啦，咁咧今晚嘅晚会咧，将为各位呈现《鹰鼎》嘅粤剧啦，以及热门嘅当红新编粤剧啦噃。咁啊，演真话咧系文武兼备啊，文采不停嘅。咁今晚嘅晚会咧，特别邀请新明星粤剧中心林东荣老师咧担任艺术总监，指导演出。而林老师咧亦将会压轴独唱新加坡甚少呈现嘅《潮文如梦》嘅。咁啊，喺林老师压轴演唱之后咧，将举行今晚嘅幸运抽奖。今晚嘅奖品咧系由实惠由公布嘅礼物礼券啦。咁啊，头奖系价值150元嘅，希望各位千祈唔好错过。咁啊，手上如果系有飞嘅资金朋友咧，请记得将个符语投入个抽奖嘅大玻璃杯，又要记得咧将个 passion card 嘅身份证咧攞嚟扫描嘅。咁啊，应该会有一张咁嘅飞，咁啊，记得将你嘅 passion card 呢个系身份证攞嚟扫描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事不宜迟啦噃。咁今晚咧，為晚會拉開序幕嘅咧，係相當熱門嘅為粵劇《第四信》漢代嘅名將韓信，以及呂浩嘅《姻緣情深》嘅。咁啊，現在咧，我哋就有請何建華、陳淑華為各位呈現《月前未央宮》，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。